那么今后呢，非法使用技术和网络空间的威胁将会继续的扩大，犯罪分子将会继续利用互联网和社交传播平台的指数增长，实现他们的犯罪的意图。在犯罪的规模、速度和影响力方面，我们都将面临新的挑战，并且这些挑战很有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。 最近的想哭病毒的爆发事件，就向我们证明了网络犯罪带来的这样的严重的损害。